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嘟嘟嘟嘟，是不是超级可爱？它是一只马尔济斯犬，嘟嘟嘟，它是长这个样子。然后它现在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吧，差不多这个样子。然后它叫奶昔，但是我没有确定，所以我现在也想征集一下名字。如果你没有奶开头的，或者里面还有奶字的，可以在下面评论一下，我挑选一下。如果有更好的，我就给它换一个名字。为什么要叫奶字辈的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那只黑色泰迪叫奶酪嘛，所以我就想起一个姐妹名，对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给我留言，为什么我想养它？因为我觉得，有的时候就是在外面拍戏嘛，比较孤单，然后养一只小宠物就是互相陪伴。我也会好好对它的，希望它可以健健康康的。好，那我们跟大家说个拜拜好不好？哦，我知道你困了哦。说拜拜。好了，拜拜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